1.5公分，侯易扬组合每走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。好的，现在训导员将一个托盘放置到桥中间，等一下侯易扬组合会将四只脚全部放到托盘之上。如果我们的小动明星们能够顺利的完成，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我们就再来一次掌声给他们支持鼓励一下。来吧，一二三。